你们还记得我的第一期新年 vlog 吗？没错，就那个灵感来源于可颂猫的抽象梗。我以为这玩意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了，直到有位粉丝给我发了这张图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们还有人性吗？虽然我知道这是流浪猫猫头，但是你难道不是？那么老规矩，给我点个赞。今天继续带你们看梗图，游戏是游戏，现实是现实，一定要分清楚。所以如果你想在现实里砍树，请记得再把斧子。这位网友说 MC 欺骗了他，因为明明合成表没错，但他就是做不出木剑。至少应该在工作台上合成。你个云玩家，如果你在现实中拥有了一套附魔装备，那么什么花孔雀啊，求偶是吧？没有人能够在现实中完美 cos 史蒂夫。这真的是个人吗？提问：雪人该如何搭建？雪块，南瓜头。现实中的雪人也是这样做的，因为士兵要外出执行任务了，这是飞机外的环境。这位兄弟，请小心苦力怕，记得带个盾牌。老实说 ，MC 中的世界不是真实的，我应该去摸摸外面的草，所以 MC 没有骗我，因为这是一个草方块。妈妈，为什么奶奶要穿？因为你在 MC 里就是这么穿的。我可以买个国际版 MC 吗？不可以，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 MC 了。朋友问：你家在哪里？我就在那个大型刷怪龙旁边。嚯，兄弟，你家的地理位置相当别致啊，多少钱一瓶啊？那么今天的 MC 梗图就到这里了，请大家多多点赞，还有什么好玩梗图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